拖车汤姆。嗨，凯莉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你要把糖果送到游乐场，那很棒。嗨，家里，你今天好吗？你在收集垃圾，那太棒了。家里保持汽车城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。怎么了，家里？你的轮子不能移动了，它们被卡住了。被什么？口香糖？哦不！嘿，凯莉，停车，我想我们有麻烦了。路上有口香糖，不要担心，凯莉，我会打电话给拖车汤姆。汤姆，嘿，汤姆，糖果车凯莉和垃圾车家里都有麻烦了，你能帮忙吗？他们在游乐场附近。嘿，大家好，汤姆来了。口香糖是从哪里来的，汤姆？凯莉的口香糖罐在泄漏，我们最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以免更多的口香糖漏到路上。好办法，现在漏洞应该堵上了。我们把凯莉带回车库吗，汤姆？不，为什么呢？你说的对，汤姆。我们需要先清理道路上的口香糖，然后帮助家里移动它的轮子。你知道谁可以帮忙吗？弗兰克。嘿，弗兰克，拖车汤姆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能快点赶来吗？他在游乐场附近，这边。嘿，大家好，这是弗兰克。弗兰克，你能用你的水枪帮忙把道路清理好吗？干得太棒了，弗兰克。回头见。现在让我们把家里从黏黏的口香糖里拖出来吧。太棒了，现在家里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再见，家里。让我们带着凯莉回车库吧，小心不要太快。做得好。我们怎么修理漏洞呢，汤姆？电焊，好主意。我们需要的一切都有了吗？护目镜，当然。让我们把它牢牢地焊好，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口香糖漏到路上了。太棒了！还有什么我们可以为凯莉做的，汤姆？罐子里是什么，汤姆？口香糖，太棒了，这将让凯莉有更多的口香糖。让我们把凯莉的口香糖罐填满。
感觉好些了吗，凯莉？嗯哼。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维修的东西吗，汤姆？那个不。好主意，让我们把所有漏出来的口香糖清理掉。用海绵，完美。让我们清除所有的口香糖。干得好，汤姆！凯莉看起来焕然一新了，她准备好回去工作了吗？那是什么？糖果。我想凯莉是在感谢你，汤姆。再见，凯莉。再见，汤姆。回头见。嘿，戴恩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嗯。你跟查理在工地上工作吗？嗯哼。你们两个看起来工作得很默契啊。嗯哼。哦，不好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嗯，这看起来像一个大问题，戴恩。我们最好叫拖车汤姆来帮忙。汤姆，嘿，汤姆，拆迁起重机戴恩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能快点来吗？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戴恩在施工现场。别担心，戴恩，汤姆很快就会来了。他到了。嗯。让我们把戴恩拖回到车库去检查。干得好，汤姆，做得好。怎么了，汤姆？你是对的，我们需要把戴恩的撞击球也带回车库。你怎么搬运它呢，汤姆？好主意，汤姆，让我们找查理来帮忙。查理，你会帮汤姆把戴恩的撞击球运回车库吗？嗯。干得太棒了，查理。现在让我们都回到车库去。跟上哦，查理。查理，你现在可以放下撞击球回去工作了。干得真棒，查理。感谢查理，再见。怎么了，汤姆？哦，钢缆坏了。你有替换它的备用钢缆吗？你有，那太好了。是在最上面的抽屉吗，汤姆？让我们试试下面的抽屉。这些都没有，那它一定是在中间的抽屉里了。找到了，汤姆，做得好。你还需要什么别的吗？你需要一个扳手，汤姆。好主意。这个看起来大小正合适。我们首先该做什么，汤姆？我们应该先取下断裂的钢缆吗？太棒了，汤姆！我们需要先试试新的钢缆是不是适合吗？
完美。现在让我们把撞击球安装回去。你能抬起来吗，戴恩？那太棒了，干得好，汤姆。还有什么需要修理吗？哦，你觉得戴恩需要新的履带？好主意。那些看起来好像大小刚好。你还需要另一个吗，汤姆？那就对了，做得好。我们应该先更换左边的履带吗？干得太好了，汤姆。现在让我们更换右边的履带。感觉怎么样，戴恩？你看起来很棒。汤姆，戴恩准备好回去工作了吗？他没有，为什么？你认为戴恩的窗户需要清洗？你说的很对，汤姆，他们确实该清洗了，那些肯定是施工工地的灰土。这样看起来好多了。现在戴恩已经准备好回去在工地上帮助查理了。再见，戴恩。再见，汤姆。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。